去，进不去，为了他把房盖挑了，人犯不上。那是啊，才挣多少钱呢？啊，这人跟人不一样啊。他这个，他跟孙越，他也是也没贼心，也没贼胆，全不干。孙越就是个贼。哎，嚯，就是贼。孙越开着车，嗯，他媳妇坐旁边啊，两口子开车，孙越一低头，怎么？车这底下有一只高跟鞋。哟，孙越那反应快啊，那边这什么呀？嗯，他那个傻媳妇往外看啊，看这东西。这儿捡起鞋来，顺着这边窗户啪扔出去了，扔了。嗯，媳妇儿一会儿一回头，嗯，我那只鞋呢？哎呀，这媳妇儿鞋扔出去了。说每个人他不日子不一样，做贼心虚。刚才我们这唱快板这高峰啊，高峰也是好人。怎么叫好人？我师弟，是我们都一块长起来的。嗯，高峰就是心窄。怎么叫心窄呀、啊？高峰心眼就这么小。小心眼儿，你看这回从北京出来，嗯，到广州来演出来，是高峰那白头发得多好几根儿，干嘛这么操心啊？就不放心媳妇儿跟家，哦，担心，你这犯不上，媳妇儿是挺好，也疼的，啊，他就是心窄，爱胡琢磨，老想，每家日子不一样嘛，嗯，有时候德云社安排，比如说南京德云社，你去演一周去，啊，高峰要走这一周要了命，怎么？走之前得把小区保安先请来。请保安干嘛？给你这两千，给你两千，你一千五都给你啊，替我盯着点我媳妇儿。哎呦，还找人盯，看看有没有人上家里找他。你说这犯得上吗？走这一个月好，度日如年啊。演完了回来，先把保安叫来，哦、怎么样？先问，来，一人你500，再给来，怎么样？后续的，嗯、高老师您放心，没事儿。是吗？您走这些日，家里就来了这么一个送快递的啊。那行，到现在还没出来呢。我好嘛。就没防住这位，每人不一样啊！你把我们主持人，嗯，侯震，侯爷怎么了？侯震那大大咧咧，疼媳妇儿。哦，好，只要一出去吃饭去，一看上菜，侯爷眼泪就下来了。哭什么呀？这是什么什么什么菜？什么菜？嗯，宫保鸡丁。我媳妇儿还没吃宫保鸡丁呢。想媳妇儿，你这给他炒一个，打包。瞧，搁边儿。哎，这什么菜？嗯，鱼香肉丝。我媳妇儿还没吃鱼香肉丝呢。这也哭。嗯，你炒一个打包俩了。这什么菜？嗯，煮花生、嗯、哎，我媳妇儿还没吃煮花生呢。嗯，让你媳妇儿跟我吧。哎嗨，这叫什么话呀？太可怜，煮花生都没吃过。跟你干嘛用啊？什么都往回要啊？跟你个毛线呢？跟你啊啊，就每个人的爱情观他不一样啊、哦、当然在我们整个后台于老师方方面面是大伙的标杆。我就这么好重感情，应该。你别看家趁钱啊，嗯，过去有老话说为富不仁、嗯、他没有，咱不干那为富。哎，他不为人父，没听说过。你别看好几个孩子都没有一个是他的。哎，不不、啊、这没有这么解释的。这个不是不是穆斯吗？就不，你别翻过来说。我是说于老师重感情啊，6岁就爱上他的表妹了。那你不懂事儿。表妹叫绿茶。哦，绿茶婊啊。我懂这词儿啊！我要娶你，呵，表妹说不行不行不行，小女孩懂。我是你表妹，你是表哥，不可以。哎，就是。而且以后长大了，我是要嫁给王子的。这怎么就嫁给王子呢？小女孩嘛，可爱嘛，嫁王子、哎，我一定会嫁给王子的。你凭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吃饭拿筷子拿得远。什么？怎么意思？民间传说拿筷子 啊，拿得近，啊，嫁人嫁得近。哦，拿得远嫁得远，有这么个说法。小孩儿，我拿得远，我要嫁王子，这就嫁王子啊。到后来越拿越远，两根筷子接着一块那么长。哎呦，长大之后果然嫁给王子了，嫁给炸油条的了。哎，对，使这么长筷子，也就是炸油条的用。小的时候，嗯、那年才多大？表妹6岁，她7、8岁。哦，但是在结婚之前，谦儿哥，嗯，只交往过一个女朋友，没交多少。不容易啊，列位啊，是吧？不容易，嗯，就那一个女朋友，我们还见过，啊、哦，您见他，我这他我印象深，叫彪子，哎，这是女朋友他爸爸吧？这是，叫彪子这女朋友，反正叫，敲子是是喵子，哪都不烧子，行了，都不怎么绕子，甭管叫，别说了，大概是个彪子，年头也多了 啊，嗯，有这么一个姑娘。这彪子，嗯，这些年估计人也早嫁人了哈。那是，当时也是这姑娘，好家伙，这1.8米大个儿，嚯、哦，大长腿，哎呦，
啊，可好了，嗯，一脸的护心毛。哎，脸上那是彪子，这个，有点没有长脸上的，清虚虚的，反正是啊，胡子茬啊，我还有印象，也是嘛，那彪子下夜班走到街上碰见流氓了，哟，流氓拿着刀，啊，带钱了没有？抢钱，哎，姑娘没有钱，嗯，接个色吧，没听说过，没把流氓吓死，别过来，有刀，哎，谁劫谁呀，啊？这是，救命啊！谦儿出现，啊，哎，英雄救忙，我这嗨，我给流氓救了，彪子爱上他了，我就得跟你，哎，对，你很好，我喜欢你，嗯，就跟彪子交往了一段时间，把我给结了，合着彪子爱他呀，姑娘爱他，嗯，要给他买花，给我买花，哎呀，打电话，你给我准备，哦，我要送给于谦送花，嚯，哦，啊，送他彼岸花，彼岸花。我不知您哪位卖花的啊？没有人送彼岸花。彼岸花怎么了？彼岸花有个外号，嗯，黄泉路上唯一的风景，就这么一朵花，坟地上才出这花呢。彼岸花，啊，没有送彼岸花的。哦哦，彪子那意思，我死也是你的人，这不是信？哦，给我准备彼岸花，准备吧。嗯，准备一大盒给谦儿送来。谦儿打开一看，彼岸花，彼岸花，彼岸花啊。就是咱们吃火锅涮的那鞭花，这朋友这耳朵太差劲了，这问这怎么回事，怎么就给切开了呢，是吧，啊，我说鞭花可能我这嘴有问题哈，啊，鞭花鞭差不多挺好，差远了，这个得了，我给你煮了吧，啊，煮了多吃对身体好，哦，熬一大锅都倒里边了，嗯，邻居打门口一过户，啊，这家炖尿呢，对哈，有炖尿的吗？就爱他，喜欢我。哎呀，天天俩人这儿玩那儿玩，出去玩去。下午带他出去喝甜品，他带我出去喝奶茶。不，哦，坐一对过，嗯，啊，俩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可开心了啊，是吧？嗯，瞧瞧那什么谦儿，问我，等我长发及腰。嗯，哦，那会儿他短头发，是比我这个短一厘米，那连头皮都去下去了，这个。比你还短一厘米，短一点吧，短一点，啊，短一点。待我长发及腰。哦，这都老话，我得接呀。啊，长发及腰，怎么怎么着？啊，这是当年人就说这个。你瞧瞧，俩人有意境。嗯，谦儿，嗯，待我长发及腰。我说什么？谦儿乐了。啊，拉屎要撩。哎，嗨，太不风雅了，我这个。嗯嗯，喝奶茶，黑珍珠奶茶。啊，一下彪子就呛着了。乐了，好家伙，这俩大珍珠，啊，大鼻子眼，腾，哎呦，开炮了，这是，腾啊！谦儿看着，嗯，恶心了，高兴啊啊，嗯，那个彪子说，那个谦儿，嗯，假如我又丑又笨，你还爱我吗？嗯，谦儿乐，啊，干嘛假如啊？就是啊，有这么说话的没有啊？伤着人家姑娘了，谁爱听这个呀？站起来，彪子，夺门而出，人家跑了，谦儿赶紧追出去啊，把门又夺回来，抱着门跑的这女的，这什么人呢？这是，我印象中啊，就这一个女朋友，我们家就这一门呢啊。再后来啊，你就结了婚了？哎，什么叫结了婚了？结了婚了。跟嫂子俩人结了婚了，现在这媳妇儿，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是前生造定事，莫错过姻缘。好话，俩人感情这份儿，基础好。刚才在后台换衣服，嗯，是谦儿把自个儿那裤子一脱，嗯，我一看呢，我都感动了。感动什么呀？两口子穿的情侣裤衩，嗯，你先等会儿，你这，呀，这没有啊。你怎么知道是情侣裤衩？别琢磨啊！我是听高峰说的。好家伙，反正就瞒着我一个人呢。这个就说大伙儿都知道，因为他们一买一对儿。我干嘛呀？情侣裤衩？谁说的？感情好，是感情是真的。我跟谦儿这么些年能走到今天，我们哥俩，嗯，说实在，就说相声里边算好交情的了。是不错，就是因为有嫂子在当家。有他什么事啊？真的，举一个例子啊，有一回我跟谦儿，我们俩就走到北京的王府井，啊，
就不知谁认识啊，王府井。王府井闹市区。那人山人海啊。是。我们俩跟那儿溜达着。啊。就提到了一个相声节目。哦，我们谈工作。我说这个包袱啊，这个表演的技巧，嗯，就如同穿衣服一样。穿衣服怎么讲？一层一层的把它包严实。哦。他不同意。我的观点是，你说错了。怎么？这个包袱的技巧就应该像洗澡的时候脱衣服一样。啊。一层一层把它打开。哦。我说你说着我都不理解，我脱给你看。真脱？王府井闹市区人山人海，他脱个一丝不挂，我全脱了，穿着双鞋，那管什么用的呢？把我臊的呀，把你臊的，我抱着他衣服就走了呀。就缺德不缺德呀？抱着我衣服跑什么呀？就这么一点小事儿啊，他恨上我了。那是对我来说是小事儿吗？这后来嫂子打电话啊，你来一趟吧。妈，好家伙，这些日子谦儿冻感冒了，我这衣服没找着多少日子了。关键正是三九天，冬天呐，冬天哈，你抱走了他，跟那个王府井那街上来来回回转了仨钟头找你。我也是缺心眼儿啊。那后来警察给他送医院去了啊，先送到精神病院。哦，后来看没问题才送到别的医院，快肺炎了都啊。你来吧，你来吧，他住院了，现在家里也没人啊。哦，不是上医院呢，我在家等等着你，你来咱们聊聊。嗯，你这样做不对，我得批评批评你。嫂子这么说我得去呀。啊，对吧，老嫂不一母，小叔子是人。您知道这个。到于谦家去。嗯。啪啪啪一敲门。嗯。哎，门开了。哦。嫂子出来了。嗯。哎。三个月的这个桃花开呀。开呀。哎哎。情人郎你也老没回来。哎哎哎哎。解开了。香罗带我是露出了兜兜来。脱毛裤。穿上。什么叫连毛裤都脱了，哪儿啊？唱个小曲儿吗？穿的还挺多。没穿这么些啊，嫂子穿个超短裙儿。还超短裙儿，在家里边穿个超短裙很短。怎么短啊？到锁骨。那不叫超短裙儿，那叫假领子，知道吗？上边在这个锁骨这个上头。说上边干嘛？说下边。下边在锁骨下边。还是假领子。嫂子好啊。嫂子真生气了。那还不生气？死鬼。嗯，你还知道来呀？怎么了？怎么着？弄得我怪害臊的啊！啊，没人，进来吧。把门关上啊！嫂子家没人，那能有人吗？他在医院了啊！我刚打电话，确实在医院输液呢。对，这都不信呐。嗯，我说那我坐会儿啊，你别吃饭吃饭啊，吃饭来，吃豆腐。啊，什么叫吃豆腐？哪儿就吃豆腐？他会炒菜啊，红烧豆腐。嗯，搁在这儿，给我切了盘火腿。哦，给。嫂子，这什么菜？嗯，有一腿啊！你们俩这事儿非明着说吗？这个，你就避讳避讳。我给你包饺子吃啊！哦，嗯，有句老话说得好，怎么说呢？好吃啊，不如饺子。啊，好玩啊，怎么着？不如包饺子。哎，你们哥俩不能这样。说正事儿，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吗？就是冰天雪地的给他冻坏了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再一个有他在，这不是也是个屏障吗？是不是？什么屏障啊？给我做思想工作。哦，哎，你这一下，嫂子说服了我。你说中国话怎么这么缺德呀？这怎么意思？那我错了，这不就得了吗？是不是承认错误了？哎，承认错误了啊！回过头来，嫂子还得给他做工作，有我什么事啊？啊，你不能这样，听见了啊？要死你！你看，一天云才散了。嗯，这谁给谁做工作呢？这是劝他。哦，谦儿，你不能这样跟德刚闹啊！哥俩在一块好好的合作，多棒啊！是你一天到晚就知道犯脾气，犯脾气，抽烟喝酒烫头，有意思吗？
这叫犯脾气吗？哎，以后烟酒你都免了吧，不让干了，就是为了他好。哦，这个抽烟喝酒对一个人来说，如果习惯了很难改掉，也伤身体。嫂子真好，嗯，烟别抽了，酒别喝了，我给你换点零食吧，吃点零食，每天给他炒黄豆。我拿黄豆当零食，大铁锅炒黄豆，嚯，每天吃十斤，一天吃十斤炒黄豆，每天睡觉前晚饭前十斤黄豆啊，再给他那桶装水来一桶，是那叫水呀，嘎吱嘎吱嘎吱嘎，吃完了，嗯，这水吨吨吨吨吨喝完了啊，踏踏实实睡觉。哦，我也不知您哪位懂这科学知识啊？什么科学？这个铁锅炒黄豆碰上凉水，在肚子里有化学作用。化学作用，一到早晨五点来钟啊，这点东西就差不多要释放了，发酵了。这叮当嘚儿踏踏子令踏令叮踏令踏令叮踏啊！我放出一副板儿来，嗯，对，出南门走七步，没有没人唱啊，不是高峰那个哈啊，每天天天这样啊，嫂子也害怕，怕什么？你想啊，一睁眼这一脸土啊，至于那么脏吗？这个得等尘埃落定，这才能坐起来啊。后来老劝他，你能忍着点吗？啊，高峰说忍不了。哦，那我不给你炒黄豆了，必须炒，不抽烟不喝酒不吃黄豆，我得死。瘾头上来了。每天睡觉前十斤黄豆一桶水，必须吃。半年，嫂子瘦的都没人样了。有他什么事？这可怎么弄？后来就骂他。嗯，你要这么吃黄豆，你要这么放啊，你早晚有一天把肠子放出来。好，吓唬人呢。那就那么一说呀。嗯，终于有一天。嗯，清晨起来，嫂子给他做早饭。做什么早饭？北京人爱吃卤煮，这卤煮小肠，猪的肠子。对，正洗呢。嗯。哎，想起什么来了？我老说你会把肠子放出来，他不相信。啊，今天有肠子。啊，我给他放在被子里面。哎啊！他一睁眼，他一看见这得吓死。太缺德了！以后就改了。哦，太好了。嗯，一大挂猪肠子，撩被窝放在里边了。自个儿出去，上外边剥那个葱，洗那个蒜，啊，就听屋里边叮当，嗯，打住了。门一开，于谦脑子露出来了，啊，脸都白了，啊，啪，门关上，嗯，又十分钟，门开了，于谦出来了，媳妇儿，哎呀，哎，好奇怪哈，怎么了？你老说我会把肠子放出来，我还不信，是。今儿个真放出来了，是啊。不过你别害怕，怎么呢？我又给它塞进去了。去了！谢谢。相声都是编的，哎，刚才这真的，嗯，谁说的？都是真的。因为今儿晚上德云社是两场演出，哦，还得两场。一个是我们在广州，就咱此地，然后是岳云鹏、孙越是在河南郑州那儿演着的。哦，啊，嗯，你们也来不及赶到那边去了哈。是，刚才头上场，岳云鹏还说了：“师傅，我要在台上跟您视频一下，您有大屏幕吗？”我看了看，没有大屏幕啊。是，也没有空调，估计也连不上哈。多新鲜！他拿过来了是吧？来，拿我瞧瞧，来。拿我什么？来。哎呀，这也太小了，这个真是岳云鹏啊！啊，啊，看得见吗？啊，他在河南郑州演着呢，啊，什么叫演着呢？哎呦，你那观众比我们少，嗯，嗨，你看你大爷了吗？啊，嗯，大爷在这儿呢，啊，我这听不见说什么，听不太清楚啊，啊。嗯，哎呦，你那儿观众男的多呀，啊，嗯，啊，嗯，行了，行了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呦嚯，啊，都看见了吧？郑州，嗯，那边也在闹呢啊，这声音跟见了鬼似的啊，嗯。快演完了吗？啊，谦大爷喊谦大爷，哎哎哎，什么？你说？哈哈，正闹着呢，叫我这听不见说什么，听不见，听不见 啊！行了，挺好，就这样吧。我跟你大妈也挺好的，嗯，啊。嗨，是哪有大妈？哪有大妈呀，啊？嗯，行了，瞧就得了啊。孙越在了吗？
哦，哎呦，这是个猪啊。哎，哪儿岁月呀，没看见。行了行了行，你们聊吧，不理你们了啊，得了啊。什么？我都没听清楚，一个说完一个再说。你从郑州跑来的，你是个妖精啊，这是怎么过来的这是啊。啊，谢谢谢谢啊。这个其实每年都来广州，嗯啊，每回来都挺高兴，就是每回来都觉得特别热。对，啊，我今儿上场刚把秋裤脱了，嗯，那个毛线裤衩，此地观众这个品味啊。好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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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待会儿演完了咱们一块儿出去吃个夜宵玩会儿去啊。不，嗯，还真好啊。嗯，那个其实今天来的演员你们也都熟悉，嗯，尤其是高峰老师啊，你们这个有人认识高老师是吧？认识高老师啊。不啊，总尿鞋，哎呀，高老师是德云社的总教习。对，就是所有的孩子一来了上学都是高老师先教。嗯啊，他先问问家长都趁多少钱什么的啊，什么目的，这好的他就留下了。哦，那一看吃补助的家里拿低保的就都上我这儿来了啊。来，高老师在呢吗？来吧，上来一块儿，快来快来快来。来吧，谢谢您，咱们让我给您送点水来。好，得嘞，谢谢啊。刚才您唱那个快板大伙儿都喜欢，绕口令瞎唱。我们仨师兄弟，对，小的时候在曲艺团学员班，我们是同班同学，这多少年了，谦儿比我们大四岁，我竟然一个班。嗯，您说我蹲四年班是什么意思？您好学。但是他们俩人的关系感情更密切一些。哎，关系好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玩意儿亲戚有远近，朋友有厚薄。对啊，我一进后台，谦儿坐在那儿愁眉苦脸。是，谦儿怎么了？嗯，去去去去去，你瞧，不说 不理我，不过这个。老高一过来，嗯，怎么了？嗯，谦儿，要说说呀，你不告诉郭德纲，还不告诉我吗？就是，咱们是最好的朋友。是，真正的朋友是为对方舔伤口的。您听听。听说过唱歌唱同仁堂啊，唱个什么，嗯，花房姑娘，反正我就这几个歌吧，崔健的歌比较熟一点，唱几句吧好吗？哎，好，花房姑娘，经典歌曲。这今天正是那个这个北京一个大动静，这个黑豹乐队在那个这个北京30年的专场演出，嗯，可以，我还没赶上去。东边麦哈，那太长了，算了吧，咱们就唱几句那个小时候听得多的吧，那个《花房姑娘》啊。哎，太好了。嗯。我独自走过你身旁，并没有话要对你讲，我不知不觉忘记了，哦。方向，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，我指着大海的方向，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，我指着大海的方向，你把我打进你的花房，我无法逃脱花的迷香，我不知不觉已和花哦一样。这歌间奏太多了，这个没有伴奏唱着不太舒服。哎，就这样吧，唱这么几句吧好吗？谢谢各位，谢谢，挺好，唱得好。就是接下来到高老师了。对，嗯，高老师唱一个。不，我谢谢大家，我这唱歌我外行啊。嗯，您唱戏可是专家。哎呦，这您知道，高老师嗓子高啊。哎，那倒是，原来不姓高。是啊，好，因为这改的是吗？就因为这才改的姓高，没听说过。刚才在后台，高老师练嗓子，嗯，惊着我了。没想让您听，唱了一句现代京剧，就是，嗯，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。哎，我喜欢这个。哎呦，了不得，绕梁三日，绕梁三日是绕着粮店跑三天。哎，这
什么脾气？两本丢了。嗯，来吧，给大伙儿唱唱这句，我们欣赏欣赏，好不好？来，我在这儿展示，我先谢谢大家啊。这个广州大家都知道，这是京剧的发祥地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你是听谁说的？谁说的这是？啊，这不是捧的，到哪儿说哪儿嘛，这不是咱们的规矩嘛，是吧？这个不能瞎说，这地方是秦腔的发祥地。哦，行了。那更古老了，这豫剧的发祥。你也走吧啊，你也走吧啊。那我就在这儿，我展示一下。好的，哎，您俩商量商量，来，怎么还商量商量？咱俩合唱。怎么叫合唱？我给老高唱前半句，嗯，要学那泰山顶上。哦，你攒足了劲儿唱一轻松，那高腔。哦，他那个意思我明白了，您这是要把持把持我。哎，我让您大伙儿展现一下。哦，抻练抻练我，可不可以？没问题啊，嘿，啊，光这高腔是我的啊。来吧，头来您高点起。于先生，您一会儿给指点一下。哎呦，不敢当，我很谦虚，我都没听过。来，高点。要学呢，要。嗯，一要。好，等会儿。嗯，不是我拦您啊，刚才您咱说好了，你高点起啊，才能显示着我的那高腔呢，对吧？高点，你起这么低，我唱着不痛快。还先低了，哎，高一点，一要再高点。你瞧，你纸老虎，整个一个一要再高点。行了，高老师，我提醒您一下啊，啊，这就差不多了。后边您那是翻八股呢，那高那个跟你有关系吗？跟我是没关系，我对呀，这是你唱，是我唱，他唱完谁接呀？你接呀，还是的。我提醒你一下，来到这儿的京剧发祥地，对不对啊？哪儿叫京剧？咱得认真负责呀！啊，要不唱咱不唱，要唱咱好好唱。今天来的广州，哦，我让你哎，小刀拉屁股，怎么讲？开开眼儿，哎。我碰不上好人了，我这高越高越好啊，随便，不要伤着情侣裤衩儿。嗯，嗨，哎，还穿着呢，合着。来来，再高一点嘛，再高一点，哟呵，哎，高，哎，谁踩你肾了是吗？才躺地上了啊！人家都失真了，都不管啊，要可以了，尽你所能吧，嗯，来，呀，行，凑合，学呢，泰山顶上。一轻松，听我的，一轻松。谢谢大家。行了，哎，谢谢。谁跟你握手了？要脸不要脸，还握手呢？你先伸的手吧。我伸手就让你别唱了。我唱的不挺好的吗？挺好什么呀？怎么了？哪儿不好？还就高高，你看纸那么高，管什么用啊？人家都有那有当时有动作，是有动作，也得有声儿啊！你这个你没注意听，哎呦，什么都没听见，你这个这人咱白唱了，他都没听见啊！他说他没听见什么？他没听见啊！耳朵都震聋了，你咱这嗓子，你看啊，太高了。你们俩这都真的假的呀？这是震聋发聩，这个震耳欲聋嘛，太高了，对不对？咱们再来一个吧。太好了，好不好？哎，穿林海，跨雪原，气冲霄汉。霄汉是我的，嗯，认真听啊，这你来吧，来穿，哎，可以。林海，跨雪。听这意境，哦，嗯，直接唱风声啊，嗯，来，霄汉，完了，哦，注意啊，这回啊，来听你的，霄汉呐，谢谢各位，哎呀，可累死我，嗓子还有富裕，您几位都听出来了，没听出来，怎么样，哪儿就有唱多好。精彩不精彩？哪儿？您整个大便干燥了，您这。说，我这挺尊重人家。你说让您给我点评点评，点评这评语啊？什么玩意儿啊？你好好给我说说。你还非得让我说说啊？您这玩意儿其实两个字的评语，啊，怎么形容？就是蛋疼啊！现在什么语言呢？你说这是下刀的时候拉歪了啊？你看看，没听说我这眼神不行吗？啊，你这玩意儿。咱们再来一个吧。哎，我还上瘾了，可爱跟您唱了，啊，哎，我也是听这个啊，来吧，都开始了，嗯，
来，哎，走。什么戏？哎，这嗨，早问呢，我忘了，没听说。您再唱一个，我给你编一个吧，好吧？哎，可以的。玉井传四郎豪迈步出监，出监是我的红灯记，注意啊，我听来了。行，这回一点声都没有了。哟，哇，鞋不错。哎呀，好，你滑的，那错不了，闹着玩的呢。好，怎么样？哏不哏？你还老问我？你看看您评委啊，是不是？这么跟您说吧，啊，就您这艺术啊，怎么样？这儿搁一馒头，狗都能唱。嗯，你们俩等着我拿馒头。回来。你老是这路葛言葛语的，你什么叫葛言葛语？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什么叫玩意儿？我唱这么行，这不艺术吗？这不是什么艺术啊？这谁都行，看事容易做事难。谁说的？一般人来不了。谁都来得了？你不出声有什么可难的？甭说别人，你能来吗？啊，我说谁都来得了，我怎么来不了？你也能来？话好，太好了，大伙儿鼓掌，让他来一个。你躲开，你躲开。真是的，你说要高腔我唱不上去，你不出声我还有什么来不了的呢？这是丹田气，这是行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啊，您这玩意儿还用准备啊？好，是轻是艺术，这叫艺术。喊喊嗓子了，哎，哎呀，你吃了砂纸了是怎么？还行，什么叫砂纸？吃头发了这是啊？来吧，准备啊。嗯嗯，啊。啊，那再高一点，嗯，哎，啊，他学我，啊，啊，就反正尽你所能吧，啊，你这太骄傲了，你好不了，是不是？出师，嗯嗯，哎，高一点，酝酿好了，高一点，嗯嗯。一见公主到领间，留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阿门。我这都震耳朵。Please, it's your turn. 阿里嘎多哥，你妈死！哎，来呀！不是谁都行吗？啊，不是，啊，你们以为我真唱不上去呢？是怎么的？啊？怎么样？哎，这我就是真唱不上去。哎哎哎吹呀，不谁都行吗？废话，你们这叫缺德，知道不是？怎么缺德了？本身这段调门就高，低的时候还往这么高着唱，那高的地方谁也唱不上去。我可以试试。你行，你行，人有行的，你来。你唱前面，我给你接后头。还让我唱前头？哎，行，高点给他起啊，听好吧，来吧。听见什么了就好啊！你快点给他逮回去，吓回去了你。哎，听啊！哎，一见公主到领间，不由着本宫起心间，站立宫阿门，真好。捧我干嘛？捧我干嘛呀你？好高哎！你甭往下唱。哎，你以前是不是在宫里上过班？好家伙，别那么些废话，接我这唱。快来，站立宫阿门，叫谁？啊，说相声这是多大的乐趣啊！就是好玩啊，挺好。其实应该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当然，人家对我们支持才有今天。嗯，在相声界比德云社强、比郭德纲强的有的是。嗯，谁呀？你给举个例子啊？会有的啊，这会有。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嗯，郭德纲、于谦、高峰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哎，再一次谢谢各位，谢谢，感谢大家。男的回去。哎，照相还分性别。今天来这演出的是德云社的部分演员。哎，有的您认识，有的您不熟悉，把他们叫出来，咱们再见一见啊。哎，好啊。哎，打那儿头一个，
高峰高老板。旁边这是我的爱徒啊，栾云平。这是我徒弟啊，孙鹤宝。于鹤珍。来，这胖子过来。哎，我师弟啊，他叫刘哲。你别看现在胖，原来小伙子可精神了，是吧？这就生完孩子之后啊，谁呀？体型走样了啊！当年当兵那会儿，我见他，呵，精神之极哦，还参过军。呵，那当然，来，给大伙儿走个正步，瞧瞧。哎，啊，来，还有正步，站好了，哎，哎，站好了，杀起，立正，向右看齐。再见，看，前步走，一二一，哎，回来，掉下去了啊！你看这走的特别好。哎，那英国那你也会走吧？英国也可以啊。英国当兵的呀？英国可以，没问题啊。Hello， 不是这么说啊，就说什么？人 ，come 什么呀？完，就是，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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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胖子回来，胖子回来，这是英语，俄罗斯的也会吧？俄罗斯也可以干，你看都会。好的，打嘟噜就是俄语。哎，我是不是来个飞碟一扔就去？来，走，走，走。行了，台直晃悠，来吧。你朝鲜的也会吧？还有啊，来，前轱辘不转，后轱辘转，正。行了。哎呀，哥，行了，好，桌子直晃悠。跟他一块儿的小辫子是我大徒弟严云达，主持人是我师弟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。德云社有一个小曲儿叫《大实话》，有会唱的，别唱，不让唱，一唱就乱。说天亲，啊，屋里有拉纤的，天也算亲。天有日月和星辰呐、日月穿梭催人老，带走世上多少的人说地亲。拉纤的出去了。地也算亲，地上万物似黄金呐、将军战马金活在，野草鲜花盼的谁人。